一行孩子，对，这还是当时这么想的。这个你这个，因为你在底下是住着别人，就在这楼上，你肯定想飞上去。你看这还有肉吧？这里在地方有啥？哎。这就是房顶的石头。嗯，你看这所有打碎的瓷砖也都做了变形。这真的有地方。